画面中这些仪器可以用来展示直角分差径迹只会在两个质量相同的物体碰撞时才会产生。首先在平底盘上铺一层发泡胶珠，然后将两块完全相同的磁石放在盘上面。留意两块磁石向上的磁极必须相同，将其中一块磁石轻轻地推向另一块磁石。留心睇下两块磁石碰撞后所产生的径迹，佢哋系咪互相垂直嘅呢？